干着跟人拧来了，就没有。那就是让恁坐一回小孩嘛，能感受一下年轻人的世界是啥样子。开封隐居水上世界第二集，我和我妈妈还有妹妹，我们三个一起漂流，我们在漂流，我们是室内的漂流。你在这水速啊，些快的是吧？嗯。我给你们欣赏一张旁边的小花来。感觉真的像漂流一样。啊，这都是漂流。啊。咱下次都去玩漂流去，这真花啊假花啊，这是真花啊，真花。咱弟给他爸咱们给哪儿了，咱去找找咱们的外边嘞啊，给外边嘞。咱一会儿别这个玩玩，咱就去外边找找。哎，待会儿起锚就是会，现在的话叫啥？叫潜水。他说他一起锚几十米，我说咦，我说我认识你43年了，还不知道你会游泳了吧？咱爸说你不相信吧？他说明天跟他游泳试试啊。妈妈。哎，开心不开心？妈妈开心，开心，开心就好。妈妈也是个小孩了，坐一回小孩。还有哥这个年龄来了都没有。那就是让恁坐一回小孩嘛，再让恁感受一下年轻人的世界是啥样子。那不是那个，你怎么都没有见一个是年龄大了？啊，我今天是船长。船长，我是船长，我是副船长，妈妈是游客。也是挺有意思的，这儿真是挺有意思的啊。你知道现在开封还有个啥？这是啊，月球体验馆。月球体验馆是啥？就感觉跟月球。让那个宇航服，然后上月球的体验。咦，还有那种失重的感觉，会飘起来。咦，那咱一块去玩呗。对，好。这是啥树啊？这么好看？这挺好的。叫蝴蝶花吧？啊，是。真的，好像是。你看看，啊，夹嘞。他旁边种了那竹子树，我看他腰给那腰给那样垂住了，我以为是真的呢。哎呀，就这可漂亮，看见没？这叫啥？一红到底，是不是？嗯。妹妹，给我拍个照片。啊。你玩那个吧，去。上去玩那个嘞，这高嘞，这从这儿下来了，哇，太刺激了吧这个，哇，跟着水花儿，刚才出来了一个我爱河南。没来得及拍上，儿子，今天玩的开心吗？乖乖，开心，开心啊，啊，开心就好。你跟妈妈、姨妈，我们几个还有小姨、姥姥、姥爷去旅游几天，然后给你累到不行，是吧？所以今天玩是特别特别奖励，你还有妹妹、还有姐姐、还有哥哥，你们的，知道吧？嗯。然后你刚才跟姨父你们去做那个高的了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刺激不刺激啊，乖？好玩不好玩？好玩。好玩啊？可吓人。啊，可吓人是吧？刚才舅舅夸你，姨父也夸你说你游泳好好呀。嗯。我说他在美国时候学习游泳的时候拿到6级了，是吧 ？Level 6是吧，乖乖？嗯。啊，六级了。不是。啊，5级了，最高几级啊，乖？6啊，最高6级啊，那拿到5级了。一会儿等你吃完了，我们再去玩一会儿，都该走了，因为它10点都结束了，知道吧，儿子？好不好？好。然后等我们走之前再来玩一次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吃饭，乖乖。